他的谁是我的什么？反正远亲，很部长，很部长。好像前男友有被拍到有新欢，也有泪流满面这样。等一下，你是哪一个？很多个。OK 啊，都很祝福啊，すごいね。行情不错ですね。刚入有说今天衣服是泪流满面的，但是我上衣还好是那个是分啊，差点就看到。有被拍到有新欢，也有泪流满面这样。等一下，你是哪一个？很多个。最近好有意思啊！啊，因为我最近也有跟另外一个前男友主持节目。OK 啊，都很祝福啊。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すごいね。行情不错ですね。对，我跟哇呀，我还在讲，但是奇怪的，我们现在不是情绪，而是他的那个人情看法。奇怪，我在哪里？啊，那是因为我自己输出的，因为我们同一个部落，我是上面部落，因为他也姓黄嘛，我是部落的姓黄啊。啊，然后我第一次跟黄轩见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说。你的那个阿公好像是我的那个谁，我说那一定是我，难怪全部连在一起。他的谁是我的什么？反正远亲，很复杂，很复杂，反正都是姓黄。